不到。好，那么另外呢，则要带你看到，这是周休假期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马不停蹄到了台南来参加辅选的行程。我们要带你看，在台南除了要辅选立委之外呢，当然也要拼自己的总统大选。他呼吁在台南的选民三票通通都要票投民进党。而现场呢，大家临时发问，那么有信心得票率可以冲到多少呢？蔡英文主席非常有信心，他喊出了冲破65%，上看70%的得票率，同时呢。那他也期望台南能够五席立委全部动算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拉着立委参选人许天才和陈廷飞的手，大喊动算，一呼百应。小英在南台湾魅力指数越来越高，也难是超级吸票机，拼立委总统大选，乘胜追击，喊出三票通通票投民进党。支持民众热情，小英主席很开心，即兴抛出得票率随堂考，考考市长赖清德。安内请进，你要话费得票率。赖清德慎重思考，倒是支持群众很给面子，喊八成。蔡英文希望起码超过65%。我会使叫群，叫群讲，咱是65%到70%的得票率。阿哥，你来答应我一项代志，就是咱的台南五席立委全上，安尼好无？星期假日到台南补选，黄伟哲、许天才、陈廷飞，个个都是一时之选，有输不得的压力。毕竟台南是绿营指标，冲高得票率，把蔡英文送进总统府。三立新闻许世良。